今天又有新朋友，我们是每个礼拜五晚上这个点儿在这里有讲座，除了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没有，这他们有别的活动啊，这样。我们已经讲到了，讲了，今天是第27讲啊，这个《论语》已经过了大半了。这个颜渊第十二是《论语》一共20章了，这是第十二章啊，这是颜渊第十二的下半部分。我们先读一下，不要声音太大。刚才又有人说啊，你们刚才说话声音太大是吧？读一下呢，就是一个是这个气氛啊很好，一个你看看佛家为什么阿弥陀阿弥陀为什么要念，都是有功效的，我们读经也是有功效的啊，对呀。现在上来，子曰：“片言可以折义者，奚有也与？子路不速诺。”这一段是孔子讨论怎么断案，他夸这个子路，由就是子路啊，这个孔子的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啊，就是子路，说用单方面的言辞就可以断出这个案子的，断清这个案子的，大概只有子路吧，啊，但别人呢都得两造嘛，两造原告、被告都要陈述理由是吧？那么子路呢比较聪明，我听你一边的，那我大概听出你的毛病来了。行，你没理，你说的是错的，那行了，就不用问那一方了啊，我就可以断出来，是这个意思啊。底下这一句显然不是孔子说的，所以他没有加了这个子曰里边。为什么不是孔子说的呢？因为孔子一定要说由，而这里说的是子路，子路是他的字。孔子就是老师叫学生，一定是叫名字，不能叫字。而别人如果从第三方去称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称字，因为字是尊称啊，是这样。所以这个一定是第三方人写的，所以这叫子路无素。所以写在这里有一点奇怪，这俩没关系的啊。什么叫无素？素诺就是长久，时间很长，就是答应人家事儿啊，老也不办，这叫素诺，是吧？子路无素诺，就是我要不就不答应你，我要答应了我就马上办，这意思。子路这个人很痛快的一个人啊，这样啊，写在这里，没有什么大概。单独做一章的话，也就太短了，放回到这儿无所谓。看下面这个又是关于打官司的，哎，子曰："听讼，无忧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啥意思？孔子说听这个判案呢，听讼就是，孔子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大司寇就是大法官了，他做大司寇的主要职责就是断案啊。他说，我听这个诉讼案件呢，和别人也差不多，也没有什么不同啊。要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的目标是让民众啊根本就没有官司可打，是这意思啊。注意这个必也是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句式，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这个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看无所什么什么，必也什么，就是说，虽然省略了一点，就是无忧人也，要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一定是这一条，君子无所争，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一定要是说他们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射箭了，对吧？射箭要比赛，这个句式是一样的，就是我跟别人听也差不多，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我是希望民众不要打官司，啊，无讼是无讼，那怎么做到不要打官司呢？就是以德治国嘛，对吧？对吧？所以这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讨论了这个法律的问题，啊，就是。孔子为什么不太主张这个以法治国呢？就是因为这个法必须要是
民众同意的那个法才是真正的好法，如果是统治者或者个别人想出来的这个法，制定这个法都是恶法。哪怕你这个人的出发点多好，哪怕是个圣人制定的法，其实都不能算作良法，必须是这个。这一点慎道，刚才讨论这个春秋战国，就是这个在稷下学宫里边百家争鸣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叫慎道，这是个法家代表，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法呢，非从天下，非自地出，是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这个法必须是这样，法也没办法一个圣人给你弄一个，必须是发于人间，而且是合乎人心的。圣道那会儿没有民主的概念，你怎么做到发于人间，合乎人心呢？没别的办法，就是民主。没这个东西，你制定的法都不行。所以孔子并不主张以法治国，其实主要原因是这个，就是你现在根本就，你的法从本质上讲，都不是发，就是合乎人心的，这样。所以他在说，那以德治国呢，就是可以做到无讼。那体现孔子这个无讼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看啊，怎么做到这个。这是在孔子家语里边有一段叫记载的是这个虞国和芮国这两国有过一场官司，就是为了一块地，实际上是领土纠纷，这样虞芮二国争田而送，连年不绝，乃相谓曰：西伯人人也，何往治之？两国这官司打不清，说我们何不去找西伯呢？啊，西伯是一个人。西伯是谁啊？就是周文王。那会儿还，这个文王也是后来，他根本没做王嘛，他对吧？那实际上是，就是西伯昌啊，是吧？说听说西伯昌是一个人，我们何不前往治？这个治就是对治了，我们到他那去打官司。然后这两国国君就去了，去到周国是吧？去了。然后入其境，耕者让畔，行者让路。人家这国家你看看，耕田的这个，你家让三尺，他家让三尺，中间就留很宽一条道，啊。然后行者让路，看见哎都是你看我们这边一进门都是哎推着门你先进，都是这样啊。入其邑。到了城里之后，男女异路，斑白不提妾。斑白就是老年人了啊，老年人不提东西，都是年轻人提啊。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这个官儿是相互让的啊。然后这两国的国君就说：“哎呀，无差小人也！你看咱们为这块地在这对。”打官司，咱们是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咱们还有脸到人家这个朝堂上打官司？你说没脸？那就随自相与而退，啊，相与而就是哎，俩人就手拉手就退出来了。然后贤以所争之田为贤田矣，就他们争的那块田呢，说干脆我不要。那人说哎，那我们也不要。最后说怎么办？咱们开辟成一个公共绿地。这块田现在还在，就在山西平陆县那个有一个叫闲田春光啊，闲田春光，而且那个历代都，人家还修了一个二君庙，就是纪念这个虞芮两国的国君的哎二庙，里边还有一块碑，那个碑当然不是那会儿建，那是金朝的时候啊说的碑。后来那个七几年，那个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说这块地不能闲着，就把那个庙给拆了，要开辟成农田了。说那碑还在，那碑上的字，它只有几个字看不清楚，现在都看不清楚。这就是记载那件事。孔子
说以此观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也，不令而从，不教而听，智以哉。文王就是这个以德治国，感化他们啊，感化他们，最后这官司就和解了，还不仅仅是和解的，对啊，就大家还最后对，嗯，这个是那个古平陆县的那个古八景之一，就是先天春色，对啊，对。这件事是真的假的？孔子家语被曾经被认为是伪书，说这里边可能写的这个不一定是真的，是吧？那孔子家语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涉及到，但这件事一定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光这书里边记载这件事，《诗经》里边也有这件事，在《大雅·绵》里边，记载的这件事。这个《大雅·绵》呢，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把它讲了一遍啊。我今天我时间不够，今天我不讲这诗了。这诗是个史诗，就是讲的周朝怎么发源的啊，怎么发源的，就是从那个周文王的爷爷那一辈算起，就是叫做五胆赋，是怎么来到了岐山脚下，就是我们这王岐山，王岐山就是他们这儿啊，那叫岐山，陕西，对对，至于岐下啊，这样，而且是顺着那个水来的，是怎么？那率西水浒，沿着那个水边，那么一直走到岐山脚下。注意这水浒这俩字，我们那个《水浒传》其实就是那个名字就出自这首诗，对，就这首诗，对，这个，然后在那里呢，就建功立业，就开始搞建设，因为之前他们都是住窑洞的，那在岐山这里开始建房子，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然后开始建各种的建制啊，等等等等，看又是司空啊，什么司徒啊什么之类的，像筑墙啊，尤其这一段描写的是这个那个建设的那个红火场面啊，那这个是非常好，然后怎么那么好，尤其对这个什么啊，这个最后。记得的这件事叫做余睿智绝成，文王贵绝生，这说的就是刚才那个余睿这两国他们那个智就是打官司了，哎，最后搞定了啊，然后是文王来启发或感化他们的善性，所以才搞定了，这样一种过程，是吧？这样，那么，所以这个呢，显然这个不是，瞎编的一个故事，这确实是确有其事啊。那么，我不想讲这个了，但是我想，我根据别人翻译的，我觉得他们翻的不好，我又改了改，我把它翻成现代文，然后咱们读一遍，然后就看看这首诗想说什么的啊。呀，你看绵绵瓜蝶，这是说的那个这个是瓜，就是大瓜，这个蝶是那个钮，那小小的那个啊，就是绵绵，这个源远流长的意思吧，民之初生，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呀，这个就是指的这个周朝这个就绵绵流这个悠长的历史吧，这样，咱们读读这个就行了。大瓜小瓜瓜万长，周人最早得发祥，本在积水七水旁，古公胆父周太王率民挖窖又开窑，寒梅筑屋建厅堂，这是以前啊，那时候是挖窑的。古公胆父周太王清晨走马赶路忙，沿着西面河岸走，直至岐山脚下方，于是娶了姜氏女，共茶驻地可适当。那个地方叫周原啊，周原土地真肥沃，苦菜甜如麦芽糖，开始谋划和商量，再刻龟甲看卜相，赵氏及时亦停止，在此修屋建新房，是经过占卜的啊，确定这个地方要在这定居，于是新未定家邦，左边忙完右边忙，
画出疆界好治理，疏通沟渠整田方，打从西面到东面，周遭事务办妥当。先招司空做社稷，再招司徒定人力，房屋家室始建立，准绳拉得正又直，夹板夯土筑墙壁，做成庙宇好整齐。底下热火朝天啊，铲土入筐腾腾腾，投土上墙轰轰轰，齐声打夯噔噔噔，削平铺墙砰砰砰，白骨高墙竖起来，人声胜过锣鼓声。这个场面，如果下过乡的或者这个什么的，就很亲切，是吧？啊，这个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啊，是吧？就是这样啊。这还不是搞农田，这是在建房子啊。于是建起郭城门，郭门高耸入云霄。于是竖起王宫门，宫门雄伟气势豪。于是筑起大社坛，西戎丑类望风逃。西戎就是西边的少数民族啊，那时候主要是被那个西戎赶的，他们赶到冀上去了。啊，等他们这个都建好之后，既不忘却对敌恨，也不拒绝他访问。这个是座树、玉树都拔了，道路宽阔又通顺。浑疑逃跑不敢来，疲惫困乏势不振。啊，这是讲在这儿就站住脚了啊。这是讲的这个，其实这后边这段跟前面那段呢跳跨度有点大，这直接就到文王了。那个前面说都是周太王，是吧？这周太王完了是季历王，季历王之后是周文王，是这样的啊。这是虞国两国争执停，文王感化极善性。我说有臣书画亲，我说有臣辅佐灵，我说有臣善奔走，我说有臣一笔亲。我觉得我翻的还挺顺口的，是吧？但是我没有解释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啊，就差不多是中译原文的啊，这样。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这个孔子说听颂最好是让大家不打官司啊，他的理念在哪里？就是根据文王以德治国，使得这个一个国际纠纷竟然就和平解决，是吧？这样，但这是理想啊，法治肯定是要的，只不过呢，必须是要发乎人心啊，发于人间，合乎人心才可以。我们说法律不是要两造在打吗？其实两造在打官的时候，你不能要求这两道都是讲仁德的，讲信用的，这个是你没法要求的啊，这样。但是那个法官是需要的。你看美国我们说三权鼎立，对吧？其实总统可以是个坏人，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有国会制约着他，所以其实不怕他坏。但是那个法官可是没人制约他。第一，法官也不是选出来的，没有民众制约吧。第二，法官也不受我说的最高法院的那九个大法官，他也不受这个他们判任何案子也不用说国会批准，真的不需要。所以那法官是必须是凭良心办案。这就是说我们在讲依法治国的时候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其实他最后还得归结到凭良心。好，咱们看底下这几个都比较简单啊。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是的另外一个学生，问怎么行政。孔子说了两点，居和行。注意，居和行通常是对照着说的，居就是在办公室，行就是出差在外，是这意思。说你在你的衙门里边，你要勤勤恳恳无倦的。你如果是出行在外出差去，那你要忠啊，就是你这个尽忠职守。对啊，这是正。
那这边呢说，这段前面也有过，那个这是个重复的，就是博学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说一个人呢，如果是学很多的文化，啊，其实这里的文是指像《尚书》啊，啊，《诗经》啊这些，这些典籍，然后用周礼来约束自己，这就归结到那个开篇的那个克己复礼了，是吧？所以我说那克己复礼一定是说约束的意思啊，也约之以礼，也就可以做到不。他们说这个是服叛，是背叛啊，叛乱，就可以做到不叛乱了，不造反了，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叛啥意思呢？刚才说耕者让其叛，就是留出一个边界来嘛，对吧？这服叛就是越界，其实这个就是你就可以做到不越界了，是这意思啊。对，不是叛乱那个，他们这么解释是错的。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这个看着都像是大白话，或者说都是那个老生常谈这个，但是你真正去想一想，儒家刚才我们讨论儒家的时候说，儒家其实也有终极关怀，这个礼就算一个礼，如果把它，你不要把它说那么神圣的话，它相当于就法，就是现在说的法，就是一个人啊，你非得是有一个约束在你身上，你才能真正做到成为君子。你要没有一个约束，那是做不成。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讲快一点啊，看这个。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我昨天，前天，反正前几天，《都市报》记者采访我，说，做一个专访，说你到底这事情怎么做起来的，是吧？为什么你我是做电脑的，说你为什么也学这个？我说偶然机会，我就翻开《论语》，我为了教我女儿，我一翻开《论语》，我一看，几乎每一篇都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这就是，对不对？成人之美，君子成人之美，啥意思？君子是要成全别人的美事儿，不成人之恶啥意思呢？就是不要去坏人家的事儿去，啊，就是，说成人的美事儿，不成人的恶事，当然这样翻就不太顺啊。其实就是不成人之恶，就是不要坏人家的事儿，不要给人家这个故意去坏别人的事儿。小人反是。小人正好倒过来，他光想着怎么害你啊！人家有好事，千方百计给他搅黄了，就这样。所以打麻将这一套不能用到生活当中。对，这一篇，怎么说？麻将别下家。我不想你赢。它是这样啊，麻将本来是一种游戏，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这个竞争，是吧？那竞争呢，你必须要，不能去讲究这个谦让啊，这东西，那就失去它意义了，啊，就是球赛，不能说讲仁德啊，让球，那就是假球了，那就是，对吧？你要是那么打的话，就没这个游戏了，因为人家花钱来看你都是假。这相互谦让，这没意义吧？肯定不来看了，不来看就没这个游戏，所以那个是另外的事。好，看这里。季康子问政与孔子，这一段都是讨论政的。孔子说：“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季康子是这个季氏家，就是召孔子回国的那一位啊，那一位啊，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结束之后的事情。就问孔子怎么行政，
抵抗的是这个鲁国那三桓的那个执政的那个啊，就是掌权的那一家。孔子说，什么叫政呢？就是这个政，明白吗？这个政的意思就是这个政，就是你得做的政，这就叫政治了啊。你如果率以为政啊，子率以政，你如果自己率先垂范做到这个政的话，谁还敢不政呢？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你作为统治者，你作为正了，谁还敢不正？啊，注意中国人这个字儿，这个偏旁反文，这个反文的意思是一个手里边，这是手嘛？这样啊，然后拿着一个东西，就是拿着一个工具，所以凡是带反文的这个字一律是动词。如果他想把一个别的词性，不是比方说把一个名词或者形容词变成动词，就是在旁边加一个反文，就这样。所以这个证就是意思还是这个意思，但是把它用作动词的时候就加一个，明白吧？公，如果是这样写就是名词，如果是这样写就是动词，是吧？就这样啊，这是一个基本的造字的原理。对，那么正者正也，这也说明了这个正字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你这个执政的人啊，你必须得正直，你要是搞邪的就已经失掉合法性。这个陈光诚那个盲人律师，在后来到了，他不是逃到美国使馆什么等等，然后美国之音对他有个采访说，你这个逃到美国使馆，然后请求美国政府来帮忙，你是不是让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嘛？啊，会不会有这个嫌疑？陈光诚怎么回答的呢？说，孔子说，政者政也。如果是内政的话，能够称得上政的话，你自己必须得政才行。他们不政啊，他们搞这个，他们搞的全是邪的嘛，所以他是内邪，他不是内政，所以不存在干涉内政的。有水平，说的这话有水平。我说不干涉内政，完全是说你那个你的行政一定得合法，才谈得上别人不干涉。如果全是邪的，当然有别人有权利干涉了。就这样，这就是中国造字的时候就把这个意思含到里边啊。还有我们通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政治正确，对吧？英文叫做 political correct。你看英文那个 political 啊，或者 politics 什么之类的，这个跟那个 correct 一点关系没有，对吧？可是中文这两个它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所以中文的这个政治正确就用不着加正确，这政就是政治，就是正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意思，对吧？那英文它必须把俩块说，中文的字里边就已经含着一个。是关于这个，我觉得那个陈光诚甭看是个盲人，那可是一个真正的儒家。我现在都非常注意，我说这个人，所以我们要建立，我们要搞儒学，我们必须得说，这个算不算儒家啊？或者我们虽然现在没有仪式，将来一定得搞出仪式了才可以啊。那陈光诚是一个。而且一盲人，我就不知道这些他怎么，他为什么熟悉？我们这个眼睛都好好的，没几个人读过这个，对吧？这是姜老师跟我讲的，说那个盲人律师说的。后来我查了一下啊，他是讲这句话，非常好。乱水要担平，对，还有要公平，对，因为你要当
判决起事情的话，你的原则，你的公平在哪里？对对，不让人就不服了，就乱了。对，一个政府啊，我们说政府它的本质实际上是这个，而不是搞经济。我们上次讲那个足食，足兵足食是吧？这个足食不是政府的本质，不是搞民生，是这个啊。现在说六四是这个对的，因为它影响了后面这28年的这个经济繁荣，就完全就是拿这个吃饱饭啊来说事儿、啊。对对对，这个是马上我 Twitter 上我看到一个漫画，照一张照片，有两个很肥很肥的猪躺在猪圈里，现在配的词是没有饭吃了还要什么民主，下一句是已经有饭吃了还要什么民主。所以你是想象像一个人活着呢，你还是想象一个只知道吃的东西活着？这就是政府的功能。所以我想问邓老师一个话，就是说子帅如果不正的话，你还需要用正的 politically correct 程序正义的方法来与他斗争吗？还是可以允许像西方讲的 civil disobedience， 就是说、就是说我可以在你现有的法律所不能允许的，你不能让我上街游行啊，你宪法上都给我写有自由言论，什么集合、集游行、示威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行啊。那我是需要跟你用君子的办法以德感召你，还是像陈胜吴广，还是像郭文贵，到底哪些方法是允许的？儒家来看，儒家来看呢，就是你要不正，那我也没必要正，对吧？就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要他要不正，你跟他去讲道理去，你书呆子了，对吧？那就不智了。关键是，我是这么认为啊，我是觉得，但是也不能够像拿鸡蛋碰石头啊，也必须得讲策略。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正是体现这个策略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这个千万不能把这个给他形而上学化，就是咱们不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这东西啊，你一定要把它看成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有360度角度的，不是说这条都这个不让走了我们只能这样的，没有，你有缝就钻，它只要这个体制它不合理，它肯定有缝。我是觉得我们大概没有去在这方面去下功夫，一定有缝钻。我觉得这个儒家的办法应该是什么？就是要像水一样洒出去，见缝就要钻进去，这样的啊，而不是说去硬碰硬啊！你来这个，我就来这个，对，对。然后你这个原则适合，比如企业管理上，在商业上、企业管理上，那企业管理它也是个制度。对。那这个正者正也，您觉得适合企业的吗？当然适合。这里它其实，这里问的这个企业管理其实也是政治了。对吧？对，也是。但是他有一个，你比如说你做企业，那他说啊，我做老板，我说我利润放在第一位，对吧？这有一个，那怎么看这个正者正也？我觉得，其实，在企业的管理上，你不太好找到说，你觉得他是正的？不，就是我不明白。企业利润放在第一位也是牵强的这个说法，因为企业当然是目标是追求利润，这个没错。对，这是它生存的，就是这一类的事物，它存在的根据就是它追求利润。对。但是你是不能够拿那个去以偏概全，就是这就是唯一的目标了，那肯定不对。以前又是季康子问政的，说，
盗窃这个成风，季康子就说这怎么解决这个治安问题，就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说你这个统治者，你要是没有那么多欲望，这个老百姓你赏他让他去偷去，他都不会去偷。先我们那个领导的那个对，你要不去，你弄几万亿，你让这个老百姓说，哎，你们不要弄毒牛奶，你不要弄那什么什么，可能吗？对吧？你别搞那几万亿，老百姓就不会弄那毒牛奶了，是这样的，这意思啊。这几千年下来也没什么改变，这整个。这话说的就是对着当今的这个当政的人说的，上行下效，是，就这个道理啊。好，底下又是季康子问政，所以我说这一篇呢有三个主题，前面是问人，刚才那个是问断案，对吧？那么现在呢都是集中在问政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说：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什么叫杀无道以救有道？就是把那些无道的人都判死刑啊，都杀掉他们，然后以成就有道的人，比方说他们有财产啊，给他分了啊，这样分给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啊，这样怎么样？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也。你是治理政事，你怎么动不动就杀人呢？对吧？你如果想善的话，那么老百姓他就能善。老百姓不善是你当官的，你自己就没想善。君子的这里的君子和小人，孔子用的时候经常是混着用，有的是指人格上，有的是指地位上，这里显然是地位上啊，说这个统治者，如果你讲道德的话，你那个就像风一样，老百姓呢就像草一样，你只要是往东刮，老百姓哗就往东。这个眼就是倒的意思啊，就倒过去了，你往西边它就倒了西边啊，就关键看你啊，这样。所以你用不着杀，用不着用这个严刑峻法，有道理吧？这一段不是又回到六四了吗？对，下面那个著名的那个视频啊，闷声发大财，结果全都闷声高起来了。是，你这个下边全所有的当官无官不谈。是，一边靠杀人，一边西方在谈废除死刑，两个对比，太厉害。好，这一段我想就这个机会讲一讲这个孔子杀邵正卯这件事情。嗯，我们看这里孔子显然是主张废除死刑的，不光是废除死刑啊，孔子也主张废除那种越刑，就是把人脚砍了手砍了那种刑啊，后边讲到我们会说啊。那么这里他显然是不主张用这种极刑啊。那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不是七天就杀了邵正卯嘛，对吧？这就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可能今天要花多一点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我想这个事情很有必要把它搞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有一个观点，我是说这个，无论多好的人啊，也得有制度的制约。如果没有制度制约，哪怕像孔子这种圣人，你给了他无限的权利，他也会做坏事啊，他也会做坏事。那么假设这件事情孔子杀邵正卯这些人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就能够证明我这个观点，是吧？那我就非常想证明这事情确实是
有那么回事啊。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件事情最早记载在荀子里面。荀子是在孟子之后又一百年啊，孟子在孔子之后一百年啊，荀子又在孟之后一百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啊。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件事情。我们看看在《荀子幼作篇》里边记载这么一件事，记载这件事，说孔子为鲁设相，设相就是代理宰相之职，但不是正式的宰相。为啥呢？因为他平民出身，宰相呢总是要有要皇家血统的，这贵族血统才好。但他的平民，所以是代理。其实那会儿是大司寇啊。这样，朝七日而诛少正王，七天，上任七天就杀了少正王。然后门人进问曰，没说是谁，说夫少正王鲁之文人也，夫子为政而使诛之，得无失乎？你看少正王是鲁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人，是一个名人，你刚开始做官就把他杀了，是不是做的有欠缺的地方？孔子说，居无欲如其故。居就是坐啊，你坐下来，我跟你说说其中的缘故。人有恶者无而道却不欲言，人有五个恶是必要杀的，盗窃这都不算，盗窃你都是砍只手砍只脚啊，这个不够杀的。什么呢？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奸，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薄，五曰顺非而责。啥意思？心达而险，这个容易理解。心达就是说这个心啊，他很聪明，他想什么一想就明白，可是呢他这个非常阴险。第二个是行辟而奸，行辟就是这个人他很怪癖，那个行动啊很怪，可是呢又很坚决，就是那个油盐不进的，你怎么拿他也没办法那种啊。言伪而辩，就是说的话他全是假的，可是这很能惑众，大家一听哎好像他说的都对是一样。这样次是记丑而薄，就是这记了很多那个丑陋的东西，还挺广博啊。对，顺非而责，他顺就是顺从那个坏事啊，非就是这个非法的或者这个非正义的事情，可是呢他要给你抹上一个外表，一个很光泽的。嗯，我不会全有联系实际了，对，跟着共产党干，没错，尤其这记丑而薄，对呀，记丑而薄，好像没错，哎呀，这个，说这五者呢，有益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你只要有一条就够杀的了。可是少正王兼而有之，你刚说了我们贵有五条全有的，那他不才不跑到美国可能对他不跑美国一定是杀掉的。所以这个居处，所以这种人呢，居处足以聚徒成群。我们贵就是啊，现在微博上一弄十几万，聚徒成群，言谈足以事先迎众，对啊，事先这个掩饰这个邪的，可以号召起好多民众了。这里其实是漏了一个字，强，应该是强记足以反噬独立，啊，或者强什么足以反噬独立，它显然是漏了一个字啊。反噬独立就是它可以闹独立，反这个正统啊，但是它可以独立。这是小人之枭雄也，不可不诛也。这是小人里面的枭雄，不可不诛啊！越说越像郭文贵。
然后他这里边举了几个例子，说是以汤商汤诸这个饮邪，文王诸潘植，周公诸管叔，太公诸华氏，这个管仲呢诸这个傅离乙，子产诸邓析和史父，这七个人呢都是异世同心，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你看从商汤这个嘛，可是他们是同心的，他们都是具有这五条的，是吧？不可不注意。然后孔子又引用了以诗经里边的啊，叫做忧心悄悄怨以群小，这其实本来是个怨妇的诗，他放到这里了啊。这个怨妇诗本来是说，哎呀，内心里边有很多忧虑的事情，可是这些一群小人呢，这个还老欺负他啊，老这个什么，本来说这个，那这里呢就说忧心悄悄怨以群小，就是说小人成群，此苦忧也，就是。这个既有这个五恶的人把这些小人都纠集起来，是足以成忧的啊，所以这样，所以要把它杀掉啊，这是在荀子这里边是第一次出现，那个荀子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件事情啊。那么跟荀子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呢叫伊文子，他们伊文子从年龄上讲比荀子还要大，但是这个荀子也好，这个伊文子这个书也好，当然都是不是他们当时就写完的啊，肯定是后人整理的，所以这个成书的年代就不一定谁在前谁在后了，是吧？我们看这里，伊文子和荀子，都在稷下学宫里边待过，所以他们辩论啊，什么什么争鸣啊，他们肯定讨论过这件事情。啊，对，他这里边也有记载的，说孔丘射鲁，向七日而主少正马，门人问曰：“什么什么鲁之文人，什么得无失乎？”等等等等，然后居怎么怎么着，人有五恶，一模一样的啊，一点连一个字都不差啊。然后此五者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你看这，他补了一个字，强记，啊，足以反是独立，等等等等。这一篇跟那一篇除了啊，这是足畏也，那边说的是足忧也，对吧？这就有几个字大概不同，所以这两篇不应该相互参照，说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你看两个这文件都记在这，因为什么？因为言辞完全一样，就是几个字不同而已，所以这个不能作数。他们肯定是讨论过的，他俩是吧？啊，好。不多说，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文献里边有这个。好，这是到了汉朝了，《说岳》是刘向写的。汉朝那就是已经刚才那个是先秦，这是后秦了啊。到汉朝，你看孔子为鲁司寇，前面两个说都是摄相事，这里说的是司寇。七日而诛少正毛，于东冠之下。把具体地点说出来了，然后门人闻之，趋而进，然后进来也都不说话，然后他们肯定都是一致的。子贡后到，子贡说话了，说鲁国是文人啊，等等等等，何以先诛之？啊，没说得无失乎？你为什么要杀他？孔子说：“次也。”卑而色极，色就是子贡说你呀、你是理解不了的啊，卑而色极。然后王者诸有五，这个道歉还不算，然后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是至愚而薄，而不是记仇而薄啊。顺卑而则，这个等等等等也都一样啊，这个。强记这个记他这没有，他是这样，然后怎么怎么着，底下这个人名有一点不一样，无所谓啊，等等等等，最后也是忧心悄悄怨以群小之危，加了一丁点的细节在这里，东冠之下
啊，然后谁说的话总共说的，这个能算数吗？这个能算一个独立的这个证据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不能。为啥？因为你看里边说的这五个，我其实就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杀他。假如是真的话，其实说来说去还是这五个，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细节，一点没有，对吧？他到底说了什么了？上中麻烦说什么了？是吧？而且整个的结构也是以《诗经》结尾，显然这一篇是抄前面那两篇的，稍微改写了一下，对吧？这样，所以这个不能错数啊。这样，好，那么最有可能提供证据的是这本书，就是孔子家语。孔子家语是成书在三国，有王肃著他。王肃说他是从孔子后人手里边发现这本书，然后征求到人家的同意把它公布一世。那之前没有人知道说这个孔子家语这书里边到底有，就是具体内容，知道有这本书，但是具体内容。所以很多人说这是王肃瞎编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的很多的故事都是从别的里边抄来的，包括这个。你看，孔子家语是说，而且这是孔子家语头一篇说的就是这事，啊，说孔子美如自寇，舍相士，前面又加了一些细节，看啊，做了官之后有喜色。回来啊，笑嘻嘻的就回来了。子路就问他，仲由子路说：“由闻君子志啊、君子祸志不惧，福志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说：“我听说君子是有了福了，也有了祸了，也不会害怕；有了喜了，有了福了，也不会那么高兴。你今天怎么？”得了位了，就笑嘻嘻就回来，怎么回事？孔子说：“然有是言也。”没错，有这句话，你说的是对的啊。不过，不是还有那么一句话吗？不曰：“乐以贵，乐啊，以贵下人乎？”什么叫以贵下人呢？下人，这我们说礼贤下士那个用法跟那一样，下人。什么叫下士呢？就是我看见士，我要自贬自己一等，我尊重人家，这叫下士。这个下人也是这样，我的虽然地位很尊贵，可是我要自贬自己，我要尊重别人。而且这个以此为乐，你要不尊贵，你本来就很低，你怎么能够实现这种快乐呢？就是我很尊贵，但是我去礼贤下士去，这不一种快乐吗？那必定有了高位，我才能够礼贤下士嘛，否则我本来就很低，你怎么理解呀？就说了这意思啊。然后，这个跟底下这没什么关系。于是朝政，然后七人入少正茅，而且是入在两冠之下，还不是东冠，这地方感，而且把这个尸体还尸于朝。三日之后，子贡就说：“怎么怎么回事？都是狐，然后居怎么怎么着，有五恶者，什么盗窃还不算，然后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这五条又是等等，又举了这几个例子，诗云等等，又加了一些细节，然后整个框架仍然没变，还是这样，所以可以肯定，这个显然不是独立来源，还是抄的。”荀子那一天，对吧？对，所以这个是，也不能作数。就关键是这个和荀子那个到底哪个在前两头？如果从成书来讲，这个是在三国，但是这是公布于世啊，这成书应该比这早啊。现在已经证明这孔子家语不是伪书，不是王肃瞎编的，而是在先秦的那个现在有出土文物，你那个竹简里边就有这个书里边的有些内容。显然那时候已经成熟，对吧？所以这个呢，是，
应该跟荀子那个记载的是同一个来源，对吧？所以没有独立的这个来源啊。对，好，不同的呢是这一点，这是东汉，东汉就比西汉还要再靠后了，就是刚才说刘向，那是西汉，这是东汉啊，当然比三国还要再稍微往前一点啊。对，这是在王充记的这个《论衡》里边，他记了这么一件事，他说了：“少正卯在鲁，以孔子病，孔子之人，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三盈三虚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时候上课的人多，有时候上课的人少，只有颜回一直在孔子那听。颜回独知孔子圣也。那么，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图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说他这些学生呢，去到少正卯那去听课去，不光是他们不知道孔子的圣，他们还不知道少正卯的邪，相当于这意思啊。那么子贡说：“夫少正卯，鲁之文人也，子为政。”何以先知？这里没明说何以先杀之，但实际上这里显然是指的何以先杀之，或者先诛之，对吧？这没说杀的事儿啊。可是这里，我们从这个语气上讲呢，他应该省略那个先诛之了啊。然后孔子说：“你退，非而所及啊，你是跟你说不清楚的啊。”然后他这里边又说。说就像子贡这样都不能够理解孔子，那么现世的这些自称儒家的，你们怎么能够理解孔子呢？啊，你们这不是瞎说吗？他主要想论证这个的。这里没有直接说杀，可是应该说的是这件事，就是王充显然是认为孔子确实杀了少正人。不过这是第一次出现了另外一个观点，说孔子杀少正卯是因为妒，是妒杀，嫉妒，对，嫉妒，因为他的学生都到他那去听课去了，啊，等等。文化大革命时候就是把这个拿出来了。对，文化大革命那个版本居然是用这个作为这个什么的啊。那么当然后边还有很多记得，包括《史记》啊，《史记》呢。啊，我还没有，我没有弄。史记和这些记的区别在哪儿呢？前面说的都差不多，就是史记没说这五恶，没说这五恶的事儿，只是说他乱政，说少正卯乱政，是个乱政大夫，把他杀了，只是这样说，啊，对。那么整个看下来，给我的印象。除了王充这一篇之外，其他都是抄的那个《右作》里边那篇，就是《荀子》里边那篇啊。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件事情没有一个独立的来源啊。王充这个呢，显然他首先他都没敢说杀，他讨论的主题也不是这个问题，他就是说你们不知道孔子的圣啊，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呢，显然它主题不是这个，家人，他又规避了那个“杀”那个字儿，啊，所以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大参考价值，说以他为根据证明杀了，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况且，他前面讨论这个三盈三虚，而且是只有颜回在那坚持，如果这是真的话。什么《论语》里也好，什么孟子肯定会记载这些事，因为我们看《论语》里边记载那事情，他不是说只记大事不记小事，他那个只要是原则性的事，他都记，无论多小的事，像这个子建男子这种丑事他也记，对吧？所以假设是孔子那个学生三盈三虚，《论语》应该会有体现啊。好，那么最要紧的是什么？我觉着，就是我怀疑这个事情。觉着不像真的，就是，首先先秦的那个
就是荀子之前的从来没提过。你看啊，最有权威的就是论语了。论语如果那么大事情，论语不应该不提。尤其我们刚才看的那一段，那是孔子周瑜六国回来，周瑜六国回来肯定是这个，如果有这个杀商纣王的事，肯定是那个之后的事了。那个季康子问他，我杀掉他们怎么样？那孔子说，你怎么能用杀呢？那季康子马上就可以反问他，你不是还杀了商纣王了吗？对吧？好像没有发生过那个事情一样，对吧？这样。另外，你看《论语》也好，《左传》也好，这个《国语》也好，还有《孟子》，这几个，《左传》是仅次于《论语》的这个可靠性来讲啊，仅次于《论语》的，我觉得这样。就这那里边，他不是说光记孔子的好事，他那个不好他也记，这都没有啊。那最让我生疑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为啥杀商纣王？说来说去就这五恶。那么这五恶到底怎么来的呢？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五恶不是原创，是出自《管子》。《管子》里边有一篇叫做《法戒》，《管子》列了18条，这个圣王之戒，就是圣王一定会禁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不一条条说，我们看这个第16条：行辟而奸，言诡而辩，恕非而薄，顺恶而则者，圣王之戒。看到没有？那五恶里边，除了第一个心达而显之外，没有，剩下这四恶，其实是管子先说的，提的这个字。那这就清楚了。连那个罪名都是抄来的，对吧？所以那个事情是真实的可能性太微乎其微，是吧？这罪名是现成的，就从这抄的嘛，对吧？那么如果这是一个这个连这个罪名来自管子的话，管子是法家的代表，那这个我就解释通了。为什么？就是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就是荀子写的一篇政治寓言。荀子我们说他算儒家，可是他实质上是向儒家向法家过渡的一个人物。他的学生就是法家，李斯是吧，这个韩非，这都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都是他学生。所以李斯和韩非他那法家思想哪来的？就是从荀子这来的。荀子如果没读过这一篇，不可能，对吧？管子是比孔子还要早的人，早90年的人。所以荀子的写的那一篇应该是一个政治寓言，就是拿孔子说事儿，这样，对吧？这样。其次就是这孔子家语，孔子家语现在已经证明它不是伪书了。那么谁是孔子家语真正的作者？其实在那个孔安国写的那个后续里边已经明确说就是荀子整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孔子家语里边有一篇和荀子里边的同样的内容的一篇文章，不太正常了吗？都出自荀子嘛，对吧？所以我的结论，孔子杀商纣王这件事情子无虚有。我不是说开脱啊，我认为太不可靠了，关键就是太空了，说来说去太空了，而且我关键我找出根子来了，你这不是就从这抄的吗？孔子污点啊，对，清晰，对，是吧？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认为我搞清楚了，这个确实是，那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朱熹了啊。但朱熹没有列出这么多证据，他只是说觉得不大可能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反正我是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寓言啊。不过这个并不影响这件事对后世的影响啊，对吧？尽管它是一个寓言，但是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太重要了。关键是后世的儒家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正面的一个典故来讲的，大家一有杀人的，尤其是以言要来杀人的时候，都是拿
说孔子都是这么善，这个是很恶劣，说实话，那个在后世的这个是不是法家给安上去？应该这么讲，应该就是荀子是算是法家吧，是吧？对。但是从法家那个，你韩非里边还倒没真正说韩非怎么重视这个，对，因为就是这些还都出在儒家的那个经典里边，而且都是拿它作为正面的事儿来说的啊，正能量来说的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儒家本质上是并不反对言论自由的。我讲过那个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是郑国有一个乡校，就是大家在那儿议论政事，就像我们开场之前那个诗诗大家谈那样。结果有人就说把它毁掉吧，不让在这儿议论政事。后来子产说为什么？他说的对咱就听，他说的不对咱们就作为参照嘛，对吧？说这就说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执行，他们不喜欢的那我们改嘛，这有什么不好的？所以而且子产说这个防人之口如防川，就说你这个水大了你就给他挖一个口子泄洪他就没事了，你要非堵着他最后决定。这是真正的儒家的这个观点，就是对言论的观点，这个显然不符合。好，这个事情就说到这，我要不再花一点时间把下边的讲完，好吧？这个还有没有讨论的？孔子的所有言论里边没有说要杀人来立威，对，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没有。所以他能跑出来这个事情，嗯，当然应该。而且对后世的政治影响很大，对对，儒家跟法家的分歧，对对，杀人是个不得了的，对，事情，嗯，我就说是法家的一个，这一个，就是怎么讲，是一个借口，奸计，放到对奸计放到这个孔子里边，然后说孔子也能说，也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因为法家倒没说过这件事，其实。都是一个污点。对，你看反忧的文章里面好多就是什么这五条啊，对，根据毛泽东那些政治哲学都这五条来加在人家按在人家身上。好，底下还有几条我们把它讲完就结束了。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是怎么做才算个达，这个达就是通达的意思啊。孔子就说何在而所谓达者，你看孔子问的很多，你说的那个达是什么意思，而所谓达者何在，倒装句啊，你说的达是什么，这就是我说咱不要表象思维，咱们一定用那个本质那概念思维，你说那本质是什么。那子张解释说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这就叫达了啊，就是在诸侯国这个范围内大家都知道他，在大夫之家这个范围内大家也知道他。邦和家是两个概念，这个家不是那个我们说那小家庭啊，是那个大夫之家。孔子说那个叫闻，不是达。这个达是什么意思呢？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察言观色，看没有，我说的不假吧？我说每翻一篇都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这不遇到好几个了。虑以下人，刚这个下人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啊，就是那个，就是你考虑问题啊，总是谦虚着点儿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啊。你做到这几个了，你的品质很正直又好义，你很善于观察别人的这个说话啊脸色啊，你能够马上就能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他想做什么，察言观色啊，然后考虑很周到，这样的话就是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那么文呢就跟这就不一样了，文是什么呢？是
其实这里面多个取字，就是叫做色取人而行为，就是色就是指的外表脸色，脸色呢看着很仁厚，可是你的行动是正好相反的，而且还居之不疑，而且你看毫不怀疑自己的这种做法，感觉别人都发现不了啊，这样这种呢是在帮逼问在家逼问，就是很善掩饰自己的这种呢，他们是可以做成一个成为一个名人，这个文就是名人啊，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大，大应该是从本质上要好，解释得很清楚，这就是要用，不要被那个表象所迷惑啊。所以这个文呢，它就是它不一，它是有名气，但是呢没不一定有道德含义，是吧？对，这个达它有道德含义在里头。对，区别在这儿。是。这两个词也总在一起用，文达文。是，这个文是不是跟那个，嗯，做到文就有点像乡愿，对，接近于乡愿，对，这个是很容易把，就是很不容易区分开这个乡愿和真正的人，是吧？就是就跟那个文，对，文呢，你就是有名气的，实际上你这是老好人，没有原则。好，看下边这一段，这是樊迟，樊迟就是那个比较笨的那个人啊，他学生里边最笨的一个，老是孔子说完了他老是不理解，是吧？啊，樊迟从游于五鱼之下，五鱼是祁禹的那个地方，我们上一讲的那个四子试坐的时候就说，哎，我愿意在五鱼那儿兜风去什么之类的，然后凡是问，敢问崇德修特辩惑，这三样事情是怎么回事？孔子说：“善哉问，哎，问得好。说先事后德，非崇德矣。先做事儿，后讲我得到什么，这不就是崇德？崇德就是崇尚道德了啊，这不就崇德了吗？攻其恶，于攻人之恶，其非修特矣。这个特的意思。”是，那你看啊，上面是逆吧，逆就是藏逆的意思，底下是心，就是你这事儿啊，你不能说出去的，你心里边藏着的，你不能说出来，那就是恶。这修特呢，就是修身，你要把你身上那个没法不能大白于天下的这事，不能端出来跟人说的这事，你要修掉它，改了。那怎么修呢？就是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你要攻你自己的恶，这个其是自己，不要去挑别人的错。是这意思。我们上次讲过那个为人有己，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要去老挑别人的错，你就是想你自己的错，这就是修特。什么叫这个辩惑呢？就是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非亲啊，以及其亲非惑矣。一朝之愤就是，就像那个子路那样的那种性格，那种暴脾气的，哎，一到那个火头上就忘了其身了，而且还要伤及连累到亲属，这时候难道不就是祸吗？这不就是祸吗？这。这就是说他感情用事，这叫祸啊，孔子这么解释啊，这个应该很清楚是吧？那下边樊迟又问了一件事情，看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简单吧，什么叫仁啊？就是爱人。又问什么叫智，孔子说知人，简单吧啊。樊迟居然没听懂，樊迟未答，啊，未答就是没听懂。孔子就给他解释说：“举之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什么叫举之错？就是把直正直的人，这个错就是放的意思，这个枉就是弯的，
啊，不正直的人，把正直的人要放在不正直的人的上面，给他压一压，就把他压制了。就是正直的人要做那个一把手，然后不正直的人可以在他下边，安排在下边，他做他下属，是这个意思。凡迟退，见到子夏，就问说：“相也，相也就是刚才，相也无见于夫子而问智。”孔子说：“举之错诸枉，能使枉者之，何谓也？”还是没听懂，这啥意思？是吧？子夏说：“富在言乎？”哎呀，这话说的太丰富了啊，这个含义太丰富了。说他就举了一个，他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尧。”这个字读尧在这里啊，作为舜选的高尧来做那个大法官的事情，不仁者远矣。那么举高尧作为大法官之后，那个不仁的人呢就远离了。那这个远离可能跟孔子说的还不太一样，其实反正就是不仁的人也就变仁了啊。汤有天下，选于众，选了这个寅，乙寅，选这个之后呢，不仁者远矣，就是关键看你选的那个人，他正不正，他如果正的话，别人不正的也就正了，那他变不直的呢，就远离了，这意思。这就是孔子说的话啊，不知道这个凡迟这句话听懂没听懂，有意思吧？这个啊，那我当时想，我觉得这一段里边最重要的是这两句：仁是什么？爱人。那么智是什么？就是知人。这个知人跟爱人啊，不能分开，就是我们说这个。这个你首先得知人才能去爱人，就是你得知道他需要什么，你才能去爱他。你如果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你怎么爱他，对吧？所以这俩是不能，这是这个知人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相反也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啊，我们大家都讨厌他，其实也不是他真坏，他只是他不知道你们讨厌他那样，是吧？就是他实际上是不智，才导致他感觉他好像不仁，就这样。啊，我举过这样个例子，就是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住宿舍，我们有个同学，他有收音机，就是那个双卡录音机，我们都没有，我们就蹭听他的，啊，结果他晚上大家都熄灯睡觉了，他还在那听。哎，你看没法说他，你不是白天还要蹭听着去吗？对吧？啊，有一次我实在绷不住了，我说你能不能戴上耳机听啊？啊，他说哦，我以为你们也想听呢。你看，他不知道你们这样不想听，所以才招致大家讨厌他，不是他真坏，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说，人，所以他做不到爱人。看没有，这关系就在这儿，是吧？而这个爱人呢，多说一点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刚才不是说我们开讲之前我们讨论儒家的问题，是吧？其实儒家呢说他没有什么终极关怀，他实际上是，换句话呢就是他是理性主义的，对吧？这样的。什么理性主义难道不能作为终极化？完全可以。理性主义就是说什么事儿都能解释得通，比方说这个爱人，那凡迟没有问说为什么要爱人，是吧？其实你要从宗教的角度，比方说你要爱人的话，你要不爱人的话你就升不了天堂，是吧？你就或者你就轮回成什么畜生等等，这要从非理性的主义的角度解释，这就可以解释通。那你儒家不信那个，你为什么要爱人啊？凭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别人的爱。这个东西，你小孩需要大人爱，这个可以理解。大人需要小孩爱吗？
当然希望，什么叫孝啊，不就是这个吗？对吧？那老百姓需要统治者的爱，这里容易理解，统治者需要老百姓的爱吗？太需要了，而且你越是那个独裁者，他越要需要别人喊最最敬爱的，只要是人没有不需要别人爱的，可是这个爱你怎么得到，对吧？两个办法，一个办法用高压的办法，比方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这样。还有一个，比方说威权政治，我就你们谁要是说政府不好，咱们就抓起来，对吧？这个有效吗？有效，对吧？可是有个问题，就是不长久。你这个孩子等长大的时候，你一长大，你这个棍棒就不管用了。这个威权政治也是这样，这个威权政治总有衰落的时候，一衰落就成笑话了。他怎么可能民众去爱你呢？爱你这个政府呢？不可能嘛。怎么样？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自己变得可爱了，别人才能够打内心里面去爱你。而你怎么变可爱啊？就是你去爱别人去，你这是唯一的办法，你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你比方说你没钱，你可以去抢银行啊。你这个我没有爱，别人不爱我，你到哪抢去啊？你强迫别人爱，那个失去它的真正意义，对吧？那不是真爱了吗？所以这个爱没任何办法，就是只能爱别人。而需要别人的爱，又是无论是什么人，好人坏人都算在内，都需要别人的爱。你又只能用这一个办法去换取别人的爱呢？这不就自然而然得出来，你要不要爱别人呢？肯定需要啊，就是因为你需要别人的爱啊。符合理性吧？需要一个超自然力吗？不需要啊。这我说就是儒家，它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就是你看他讲的这东西都可以解释得通，那不需要用假借一个办来了啊。这是我说咱们要如果学儒家的话，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它是纯，这是完全理性主义，这样这都可以解释得通啊。爱人是要付出的，当然是，但是往往付出了也没得到回报。哎，这就是咱们上次讲那个爱人由己这个问题。不是，不，这不是，你付出，你去爱别人，就已经实现了你的人生价值，你的人生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其他的都不是他的本质，明白了吗？为人由己，它是个内在的系统。对，就是说，如果你是如果你为了。如果来求回报，不变成一个其他的动物啊，这是一个外在条件。对，那你这爱就不是无条件的。是，说我爱你了，但是你因为某种什么原因没有给我回报，这并不取消我爱你本身的这个它的价值和意义。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儒家千万不能用功利的那个角度去想儒家。儒家孔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说你作为一个人就应该这样做，你做到这个就 OK 了。至于说回报，你看佛家讲那个轮回呀、啊，什么就是这个因果报应啊，那还是说我追求的是那个报应，对吧？那个果，那儒家没有果的问题，你就应该这样做。所以这个跟康德是完全相通，完全相通，所以一点都不矛盾。而且你做到这个爱人，做到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实现了人生价值，就这样。那是一般人，这是为了自己，对，为了完善自己，就是爱别人，对，不一定说是那个要求回报。对，关键是什么？就是方便法门，那些设计那个外来的给你多少好处啊，来生的好处，它是方便法门，就是说用这个办法把你接进来啊。还是人呢，本性里面两个都有，一个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因为公司也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得到回报，我心灵里得到回报。对，两个都要考虑。我觉得不要要求人家圣人，半个圣人也很少。不，这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该不该回报？当然回报，我们不是说哎，这个回报不好啊，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要以诚相待，以去爱别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做到，那当然我也可以得到，对吧？这样完全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就像那个宗教讲的那个，他把那个都是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我的目的是那个，千万不能把这个当成目的。后边最后两句是问关于友的啊，交友的。子贡问怎么交朋友啊？孔子说：“忠告而善导之。”注意这个应该是导，就是引导的导。不可则止，无自如焉。怎么交朋友呢？看到他有过错，要忠告，没问题，而且要善导之，要给他。你要想办法让他接受。如果你讲不通，你也不要有什么其他的，不可得知。有的人就是说不通的，那也没办法。你要是非要去跟他吵去，就自取其辱了，也没必要。这就是那个为人有己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他的事其实也就是他自己负责，别人其实犯不着去为他操那么多心，也替主人担忧，有道理吗？很有道理啊，是吧？这是这一条。好，下边最后这一句不是孔子说的，是曾子说的，但是非常重要。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文大学，对，辅仁大学不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吗？对吧？以文会友，我们今天来干嘛来了？就是以文会友啊，对吧？那么以文会友，交了这个朋友之后有什么用呢？用交的这个朋友呢，辅助自己培养自己的仁德啊，通过交朋友来培养自己仁德，是这个目的，不是酒肉朋友吃吃喝喝的，那不是交朋友的真正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呀，曾子真是这话说的，到位吧？所以这就点明了我们办这个论语讲座的是一个真正的意头了，就是以文会友。我已经交了很多朋友了，通过这个在座的都是啊，李老师，这个董姐是吧？这个江先生是吧？这都是我以前在那边讲的时候。就是在课堂上认识的，我还是交朋友，我还没在别的地方认识的，都是在课堂上认识的。然后，就是这里头有一面是求仁得仁，为人有己，对，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方面。嗯，这个以友辅仁，它就是把你放到这个你的这个人文环境里头，不是一个人的啊，你。修己以安百姓，他把社会这个向度都是融进去了，对，不是一个藏到，所以他不可能去藏到儒家，是不可能藏到山里头去做，对，这个去做儒家，根本不与人打交道，那就不是儒家，就当一个 hermit， 当一个在一个隐士，那不是，是，儒家就是入寺，对，他修炼的办法就是。入世没有你，就是如果你不入世，就根本就没法修炼。这就是那个王阳明，他讲学的时候有一个官员说：“哎呀，这个你讲那个太好了，可惜呢我公务太忙，我就是老抽不出时间来听你课了。”王阳明说：“那你就根本就没入道，你要入了道，你就明白了，你那个忙那公务，那就是修行的一种方式。”你无时无刻不在修行，是吧？对，这就是儒家，是吧？所以十字街头好修行。所以我们这个以文会友也是修行的一种方式，是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